三节行类似的第五个性质哈，是说你把那个行类似的行哈换成类，哦，这一行第一行换成第一类，第二行换成第二类，第三行换成第三类的话，行类的行类似的子的话也是一样的，哦，那这个意思是说哈，我可以这样看，就是说。那个现在哈，有三个什么呢？三个向量哈，构成了三积哈。哦，我把它看体积啊。体积的话哈，我这个哈 A 的话哈，可以把它看成什么？看成是行向量，就是 A 一、A 二哈、A 三。好，那 B 一、B 二哈、B 三，啊，再 C 一、C 二、C 三，好，这个三个行向量构成的体积哈，就是等于行类似 A 一、A 二、A 三，啊 B 一、B 二跟 B 三 ，C 一、C 二、C 三，这样子。那，啊，这个我也可以把它看成哈，看成是三个类向量哈，构成的那个体积啊，好，哦，就是 A 一、A 二、A 三、B 一、B 二哈、B 三、C 一、C 二、C 三。三个列向量构成的体积，那它的行列式就是 A 一、A 二、A 三、B 一、B 二、B 三、C 一、C 二、C 三。哦，可以这样看。好，那我现在好直接验证。好，直接验证呢，这个式子是对的。好，这个的话。我们按照那个行类式的定义哈，就对这一行降阶 ，A 一、B 二、C 二哈 ，B 三、C 三，减掉多少 ？A 二哈，啊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是等于那个，A 二的话是等于，B 一。C 一、B 三、C 三啊，再加 A 三，B 一、C 一、B 二啊、C 二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哈 ，A 一、B 二、C 三减 C 二、B 三，减掉 A 二 ，B 一、C 三。减掉 C 一 B 三，再加 A 三，B 一 C 二减掉 C 一 B 二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把它给抽出来以后，看会不会等这个。好，我对这一行降阶，我把 A 一抽出来。好 ，A 抽出来是原来的式子哈。A 一抽出来的话哈。这是 B 二 C 三嘛 ，B 二 C 三减掉 C 二 B 三，好，原来的。啊，再来，加上那个 B 一，好，加上 B 一哈。我们看 B 一的，B 一的有什么东西？或是减好了哈，减掉 B 一，啊 ，B 一的有哪些东西啊 ？B 一的这里有一个，啊，这里有一个，啊，这减了嘛，所以是。A 二 C 三，啊，这是加的，啊，再减 A 三 C 二，啊，再加多少？再加 C 一的，啊 ，C 一的话有这个有 C 一的，这个有 C 一的，啊，再互互得正，啊，这是 A 二哈 ，B 三，减掉 A 三 B 二，
好，这样子。好，它这个就是小 m a 式嘛 ，v 二哈，c 三，c 二连 v 三，它这个是小 m a 式哈，这是 a 二 ，a 二哈 ，c 三 ，a 三 c 二，它这个小 m a 式多少？小 m a 式是 a 二 ，v 三。A 三 ，B 二，然后正负正，所以你把它给合并起来哈，合并起来的话就是 A 一，它乘以这个小 S， V 二 ，C 三 ，C 二 ，B 三，好，它那个减掉呢 V 一，好 V 一的话是 A 二。A 二 A 三，好 ，A 二 C 三减掉 A 三 C 二，好，啊再加上 C 一 ，C 一哈 A 二 B 三 ，C 一哈乘以 A 二 B 三减掉 A 三 B 二，好，这样的话就相等，这两个就相等。